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！非常感谢各位哦，利用每个晚上的7点到7点半收看我们《获利宝典》这个节目单元。那么，台北股市在这段封关的一个期间里面，针对接下来哦新的一年，该如何去做把握？那我们特别呢，针对哦封关前这个礼拜，特别一些所谓的专业外资机构所谓的 QV， 针对台股呢，我们在封关前一天哦，向我们的内部会员做的简报里面。把主要的这些全职股总共70档，那我们利用一点点时间哦，啊，各位请做个观察哦。这是在2月5号，那台股是在2月6号礼拜三封关的。我们特别在封关的前一个交易日，那么向我们所有的内部会员做了一个完整的报告，也就是针对这一次封关哦，该怎么做布局？布局之后呢，我们如何去预期哦？就是台股新春开红盘之后。我们所筛选的股票能否比别人来得更为强悍？所以呢，各位简单看做个观察。好，首先呢，第一档叫2303的联电，然后慢动作，我们慢慢的往下。那各位观众朋友，您方便的话，当然也欢迎您可以准备个纸跟笔，稍微抄一下。所谓的一句话叫“胸有成竹”，怎么叫胸有成竹？就是我们要画竹子之前哦，画竹必先成竹于胸中，就是南北为一个竹啊。那一根斩牙工哦，竹子大概长得什么样子？那你当然画得出来啊。所以证券市场其实，当我们在做投资、在做评估，其实是相同的。那来去了解哦，整个行情接下来该怎么做规划？那你要了解到，主要这些专业投资机构它是怎么在评估的？我们去观察它的评估结果，最后做出正确的一个判断哦。好，举例。第一档叫2303的联电哦，慢慢往下哈，台积电、日月光、细品、历程、锦硕、新兴、臻鼎、嘉联益、台骏、南科、华雅科、瑞昱、联发科、联咏、利奇、旭耀、智新、群联、翼龙电、云象、晨兴、大连大、盛华、TPK、鸿海、华硕、人保、宏基、广达。接下来呢，分别有。伟创、宏达电、大力光、宏辉、金电、亿光、台达电、联强、宏准、可成、新普、中华电信、台哥大、远传、富邦金控、国泰人寿、玉山金、元大金、兆丰金、台新金、中信金、第一金、中寿、中珠、台硕、南亚、台化、东联、台象、台硕石化、中钢、阳明、长荣、华航。长荣行、台泥、亚泥、统一超、统一等等等。好，各位，也许您刚刚在看画面的过程里面，有些我们用黄色帮各位做标示出来，就是被我们特别标示出来这些个股代表，这是重点。我们预期在今年第一季这些个股还有一大波段的一个涨幅。好，举个例子啊，好，举例，我们在封关的前一个交易日，我们特别以3311的鸿辉、2448的金电。2347的联强、宏准、国寿、兆丰金控、中国人寿、长荣航空，以及台积电、锦硕，哦，慢慢往下走，联友包括鸿海，这十二档个股，我们列为重点，未来新春开红盘之后最重要的指标类股，您一定告诉我，啊，这敢会准？你讲的也有道理啦，我举一个范例，您做个参考好不好？来，各位请看哦，画面上您所看到这一档股票叫做什么？叫做鸿准，2354的鸿准。好，我们单纯以表格为例哦，证券市场，我先看这个啦，大家比较喜欢看的是宏达电，来，这叫宏达电，先看宏达电，再看鸿准。以宏达电为例，我们不要浪费时间，我们把它缩小。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过程，这里哈，我们知道宏达电一定要跌，并且我们知道它肯定是跌到191块，然后就开始起涨。你在这个位置哦，当宏达电股价在287到300块，那一定怎样讲？一定会落，一定落个对，好，一定爱落个190块再起。那我劝告你哦，假设咱所有朋友啦哈，我们大家哦。在去年的10月份哦，我们已经知道宏达电从300块一定要最少要跌掉100块，要跌到191块。那请问你，这段是不是都没人会受伤？
那你积极的你给他办康，你一张上无赚一百块，对不对？好，反过来讲哦，我们可以知道它一定要到191，然后191一定会大涨，然后在191做买进，那最起码一张不就又赚了100块？啊，空下来100，上来又100，你连搞过小米起码贵女嘞。过年期间台湾围攻崩，会使凊彩食，我袂当无我袂讲对。所以底下就好，咱全国的观众朋友，在新的这一年哦，每一位财源似水滚滚来。好，问题是我们如何做到在未来这一年，不要说未来这一年了，在未来今年的第一季哦，二月过完年，新春开红盘后，那很快速只剩一个多月，那第一季就要结束了。如何在未来这一个半月里面，每一位你都有很高的投资报酬率？咱来看会准，来看会到，没那看好。举例，宏达电。十月份，那有啥物会使知影伊要落到八九？举个例子来，您请做个观察。10月8号，某外资专业投资机构认为宏达电一定会跌，他有没有看错？他没有看错，他看对哦。伊讲宏达电吼，一定爱落，一定爱落到230块。他说一定会跌，爱设疑，爱造，爱减码。好，宏达电呢，不就从287块就暴跌了吗？可是它不是跌到230块，它是跌到191块。它看得对还是错？对呀、啊，你只能说，哎、欸，它这个最低点没有估到，非常的精准嘛。好，我们再看一家，10月8号 ，underperform U 叫做 under， 就是落后大盘，一点也落后。因为我也为280才去留个283啊。再看这一家哦，这一家呢，一样也是主要的专业外资机构，当时。10月8号，宏达电一样收盘价287块。他说：“我们认为宏达电这次会跌哦，那会跌到哪里更惨？他肯定要跌到175，因为落到170块。他也看对了啊，真的暴跌了啊，跌得东倒西歪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伊讲该落到170块啊，最低嘞，最低没有到175，到191啊。啊，万一这里空的，你要补175，你又补不到啦。你个无暴跌，你刚买个175嘛。”但一个八告都反转了嘛，好，这也算对一半，他看对了。那再看一家，这家看的也不错。10月8号，这刚宏达电收盘287块，因为宏达电当然会落啊，那有可能会起，要落偌济用上盖无 potential 预期哦，最起码要跌掉25%，要落25%，所以因为287块，一起要跋个对。一共熊盖博嘛，应该博干216吧，讲的有道理哦。结果呢，好吧，就287一路暴跌。请问你是跌到216吗？错啊，跌到191。你说那好像都没有看得对的，那错。你再看这个，啊，那这个外资呢更了不起，哦，这个我们就很崇拜他了。他说宏达电今晚287块，一共一点的落，怕波景的落，啊，伊要无个什么时阵？一共吼。宏达电会落33%，一定爱落33%，落33%了，宏达电会起。好，咱就来看吼，伊讲啊，虽然落33%，是爱落偌济，爱落到192块。Price return 就是讲你个半空，你的投报率是33%，你个做多，你的投报率是-33%。伊讲就280，一定爱落到192。那你告诉我，宏达电最低点多少？191，啊，为只十月。啊，博到191开始起，安尼落来对，安尼落来对啊，我请教你，那该怎么办？所以我跟各位报告，第一个，你要去尊重市场，决定成功选股。那以新的这几年，我们以 Peter Lynch 讲的这几句话，提供大家做个参考。伊讲吼，咱爱有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，那平心静气去做规划。那我们怎么做规划？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料，那你在怎样讲？嗯，市场加专业投资机构，他们怎么在评估一家公司接下来的走势？它的展望，合理的股价估值应该在哪里？不是讲哦 ，A 公 A， 啊，咱就 A 公一百，咱就一百 ；A 公两百，就两百。不对，我们要去理解。那你最起码你没有这些资料，你怎么做判断？你无法多做判断，你无法多做判断，你就无可能胸有成竹嘛。因为画足那边画跌啊，咱来先知影啊，跌啊先做啥物形？我跌啊，我唔只画出来，我唔捌看过竹子，啊你叫我画竹子，我画出来变一只小狗，对不对？所以胸有成竹之前，我们要先理解一家公司。好，怎么做理解？一样，
各位，如果你来不及抄的哈，你每户抄哎，不要紧哈，您可以上网到我们亚洲证券投顾的网站，那么我们网站会重播我们的节目内容，那你可以我们的节目内容，你可以把它定格好不好？来不及抄的，你再把它抄一抄哈。来举个例子，这是封关的前一个交易日，叫2月5号，那我们向我们的会员做了报告，特别是新春开红盘后，台积电我们预期会大涨，锦硕大涨，联咏会狂涨，鸿海呢是最低点的起涨，接下来呢，鸿辉、金电、联强、鸿准当然会涨，国泰人寿、兆丰金控、中寿、长荣行肯定一飞冲天。好，那请问你，好举例，2354鸿准，那请问你，胸有成竹，化竹必先成竹于胸中啊，千搞你，啊鸿准没有那款，你别再乱夸，对不对？你别再往背夸，我问你写熊肝丹的哈，做常客了，来，这叫鸿准。请问鸿准以收盘价，台股封关当天的收盘价收在84.5块，请问你，鸿准预估本益比目前是几倍？咱来知影啦，啊，会使买无？啊，鸿准敢会使甲买？啊，甲买了会赚足侪钱无？啊，是甲买了也留甲家来？好，两分钟后马上向您做说明。新店城上再造一座园，繁华都心传世大宅，露天温泉养生会所，玉石建筑东方园林，捷运七张站新店家乐福名人巷，汤泉 CBD 玉上园全新完工，2918-8811。台积电创办人的雄心，我会再创奇迹，屡屡再创巅峰。亚洲投顾27年的服务精神，掌握市场经济脉动，结合国际财经趋势，创造高倍速的获利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咨询电话02-2578-3777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台光牌照明，高功率因数95%，全系列 LED 产品灯泡系列，台光牌 LED 产品灯具系列。爸爸，老牌气密窗，专利富兰式导快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老牌气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有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一样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那特别提到，这是在2月5号，我们叫新春封关版，也就是台北股市封关了，那么针对接下来台股要新春开红盘，我们怎么去筛选个股？你点问我啊，小明啊，你现在也未准呢？你讲那么久道理，我现在未准都对不起各位观众朋友啊，所以我感觉未啦，应该是全雷打啦，你讲敢有可能啊？来，这是11月1号，好，你又看一摆吼，这是2月5号，啊，这是11月1号，啊，这是2月5号，啊，两个月前的代志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11月1号，这个叫做保留版，就是所谓会员，你莫把这张单掉。锦硕会起价90块，安可会起价74块，华硕起价330，瑞仪起价136，一龙电51。有达13，好，来慢慢往下走，慢慢来，嗯，哦，奇邦，哦，华固，哦，日月光，
台积电、联发科、宏达电、大立光、中寿、茂联、华宝、和硕、台达电，都那个从头来几拜，好，这叫保留版。那这个保留版的用意在哪里？就是让我们的会员每一位都胸有成竹，一起没到胸有成竹，就是说我都知道了。当萧远云发简讯告诉我买进锦硕，我怎样讲锦硕一点没起价，对，我怎样都一点没起价，高砸吧。啊，要起到九十要安怎？啊，我就甲买啊，啊买咧咧，啊有钱就甲加嘛，啊无钱就买咧，佮藏咧就好啊。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一档个股的投资价值跟它的交换价格。你唔只知影讲，我一支股票我买安怎看？好，举例，11月1号我把你放大好，锦硕、安可、华硕、瑞仪、义隆电、友达、奇美电。啊，若讲。讲一支股票，你讲我准，啊，就运气好嘛，啊，若逐支拢对，啊，你要做参考了哈。这当时的锦硕，因为我们预期呢，该公司2012年营收会创历史新高点，所以呢，我们建议我们的会员，包括当时在节目上，第一个股价被低估了。锦硕标准的本益比区间最起码在11倍到17倍，14倍以内，你是寻求低估的买点。股价被打到11倍，你当然应该站在买方啦。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。我们必须向我们的会员做警报，为什么我们看好锦硕？那么看好的过程里面，该公司的股价是否是高估的？好，我们告诉他，现在的本益比它是被严重低估的，那么它的营收毛利是持续上扬的，毛利率上扬，营收上扬，股价被低估啊，没安怎你就敢买啊？啊，买伊要起价对，买伊讲啊，你就敢买一张啊？啊，八十起价高十，你一张就赚一万，然后呢，啊，咱就敢买啊？啊，就开始起呀。啊，当时要起价对，啊，只扭起来大起，啊，讲大起，讲敢要敢卖掉，你唔好卖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怎样，锦硕一定会涨到高涨口，这叫3189。你点讲？啊，你讲一支掉呢？啊，大支拢掉，要怎么办？你说哪有可能？啊，比如你看一摆，卖讲一支掉了，啊，它中掉，你说怎么办啊？安可，11月1号底下。这叫3615的安可，华硕，一级给刚起个价，313给个335，335的对，335的价，帮我一个忙把这里放大，啊，叫你下335，按你底价，好来看全图，按313起个335，嘣就掉下来，这叫华硕，好，你看我几办？那掉一支，你讲小米你运气好，啊，那达基隆掉嘞，啊，达基隆掉，你就天下无敌啊！瑞仪136，这里帮我放大，还是加136，啊，来看全图。你讲那我扣的五郎尊噶去留言，所以你稍待，你刚刚才来不及抄的，你可以上网到我们亚洲证券投顾的网站，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再播出一遍。那把我们2月5号给会员的传真稿，你可以稍微做个观察。那针对接下来新春开红盘，你给你六花花一过新年，好，新年后你就好好筛选一些可以帮你创造庞大投资报酬率的，好，这叫瑞仪，它会涨到哪里？它会涨到136。你说现在掉下来怎么办？你要找买点，因为它又要大涨啊，因为伊要够大起啊嘛，好，这叫做瑞仪，好，义隆电有打好，义隆电。要起价对，啊就起价五十一就给掉下来。当时啊，11月初1，有打有打要起价对，一定会起价13号。啊，有价13号不？一定有价13，好，这叫有打。好，再来，有打奇美、台表科、TPK、联咏、广达、经济、奇邦、台回、宏基、华固、太子、日月光、细品、台积电、联发科，不是，买都爱中掉。你刚刚掉那三五支烟，那有什么意义？好，来再来 ，TPK。一定会起价435，啊，这不是435，帮我把这里放大，这不是439，好看全图，伊一定会起价435，啊，这不是435，联咏，啊，这叫123，啊，这摆起价变起，这摆创历史新高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一次我们看联咏哦，今年的第一季，这一次会飙涨。你要听清楚啊，我们的看法了，你做参考了。
我今天这拜连两新春开红盘哈，应该会连飙两个礼拜，做个笔记啊，对你有帮助。当初呢，做一个上涨，打回撤，接下来这一波会创新高，一定过前高哈。这波起价一百几三，你看一拜哈，连勇一二三，对不对？这当时十一月份的啊，下来这一次会大涨。再来，广达会涨到七十二啊，来，广达会涨到哪里？七十二，帮我一个忙，这里放大。我们七十三，好看全图。啊，来个家嘞，啊，动物都死去啊。哦，这叫广达。那对一档，你讲我运气好啊，大机拢掉了啊，起帮。哦，这里边够讲了哈，来看这里，华固。华固、太子、日月光，把这里放大，25.15。华哦，日月光，这里写25.2、25.2、25.1，看全图，25.15啊，为11月1号啊，可以看25.2。日月光哦，细品台积电、联发科，台积电、联发科，当时的联发科一定的起价341块，来帮我一个忙，341块就对，底价。联发科一定的起价对，起价341，咚掉下来，啊，无小心无走，砰一下，有个压力就当了。都是340加340，联发科丢一支，你讲我运气好，啊啦，达基中丢嘞，过来哈，鸿海中寿、茂联、华宝合作台，群光，群光，就对最低价，群光诶，64，诶，起价79，免看哈。拉在是会起到79，这最高81，会起到79，会起到79，会起到79。好，来，再看一摆，2385群光会起到79。好，来，中寿啊，免讲，2823，中寿11月1号在这里，关金妹，因为起到38。啊！你讲今麦31，继续加码，因为加38啊，啊个25%以上的投报率啊，那买个买。啊，你看一摆，中寿、茂联，啊，你讲这敢未起？啊，你感觉伊敢未起？茂联11月1号，赶紧买，为什么赶紧买？因为伊绝对要大起，因为伊绝对要大起，11月1号对不对？啊，底下。这两支长黑等来哇，极端指标出现买进，等来极端指标出现买进，搞买，搞买，你也赚足多足多足多钱的。为什么你也赚足多足多钱？因为茂联会起价加，伊会起价加啊，华宝嘞啊，8078。无啦，你要有个你要有个准则嘛。这里是11月1号。11月1号，啊，唔对啊，伊要起价对，我看一摆，这是35啦，35啦，这里是35啦，啊，够做参考啦，做参考好不好？整体上再一页再看一遍哈，这个是你要有个准则，无你袂晓做股票啦。2月5号，接下来呢，今年的第一季，那么在新的这一年叫做有蛇有得，那么今年是小龙年。在这个新的这一年里面，你要好好去搜寻一些个股，那哪些个股值得会涨的啊？举例红准，好，请你看着这张表格，这是9月4号，请你告诉我，9月4号当天可不可以买进红准？你就看这张表格，当然不能买啊。为什么不能买？因为红准只要在15倍本益比以上，你就不应该站在买方。9月4号，9月4号，红准116，底下，可以买不？啊，你俩直接买红准，都为九月
落到今嘛二月左右落者，哇，真正心情会无好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从位家开始无一天气，落到东都西歪啦，你有看一摆？那九月之前它是大涨的，来来，你再看啊，这是大气的哦。啊，九月四号一定爱买股票，加一点爱涨，为什么加一点爱涨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本益比十五倍啦、啊。那现在如果在这里呢，在十一倍以下呢，啊，再看一摆哈、哦，二月五号。新春封关版，哦，封关版，台积电、锦硕、联咏、鸿海，金超、金超，你会赚足多、足多、足多钱的。来，鸿辉、金电、联强、鸿准、国寿、兆丰金、中寿、长荣行，鸿准八块八毛四。好，我如果观察十倍本益比，再差也有八十八吧。你也赚钱吗？祝福咱全国观众朋友伫新的这一年，我相信咱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在新的这一年呢，财源似水滚滚来。那么也祝福咱全国观众朋友每一位阖家平安、身体健康、操作顺利、财源广进。如果哦想进一步了解，欢迎各位可以再利用农历春节，那么打个电话给我们助理朋友，就咱所有观众朋友一年比一年操作更加顺利。谢谢您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试着没有的，这里找得到。原始埔庄景观户全面开出。台积电创办人的雄心，我会再创奇迹，屡屡再创巅峰。亚洲投顾27年的服务精神，掌握市场经济脉动，结合国际财经趋势，创造高倍速的获利。零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你的早餐不要忘记哦，现在有了津贴的补助，每个月都有3000个妈咪像她一样暂别职场，体验全职妈妈的喜悦。在劳委会的就业安全保障之下，有90%母亲重新返回职场。喂，小琪姐，欢迎下星期回来上班哦。换你咯。薪资补贴好制度，工作家庭都兼顾。跟妈咪说拜拜。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提醒您，自民国101年起取消。